他面对你了。对啊。这样，好蠢、喔！等一下，还没拍完。经过有人在看我。林小姐，我超弱。这个叫做钛合金，哦，很轻的那种，蛮轻的。但凭直觉啊，这一完全没概念的东西，自己看吧。嗯，哦，大概有一个感觉了。错了错了，不是啊，哎、欸、不是，那个难道是交叉？骗的要先，骗的要先，骗的要先。然后这样子打开，好的对对对。它会不会烧久了后就慢慢变色？会啊，它会变色。我木炭应该也是。差点拿下去，对，所以放那边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。要先烤皮的，要先烤皮，我知道，要先烤皮，我真的不知道。